看也看不出，真的老李啊，老娘就是一龙活跳。其实年纪也蛮大了，侬今年几岁？哎，67。几岁？67岁。还讲没个没，老娘就没60岁，还讲齐老嘛了。今朝两老师侪报70岁、80岁，侬比好报90岁大概。你讲不了，年龄我瞒人家的。侬几岁了？实属年龄67。问侬属啥个？本人属狗的。属啥？属狗。哦，怪不得一把年纪。还是活了狗身上的吧。哎，哪能搿样子讲闲话呢？当然有句闲话讲到，属啥像啥，属老虎，属龙生龙活虎，属迭个老巨像迭个老巨像，摇头晃脑把活龙得不得了。哎呦，活龙要靠平常日节自身闲话呀，年纪大不良习惯改脱。迭个倒是我可以见证的，我看做证明的，老娘就迭个年龄好的，从前交关不良习惯全部侪改脱。对啊，从前吃老酒，现在不吃了，一天吃两瓶，不吃了，现在一滴也不吃了，不吃了。从前吃香烟，现在不吃了，一天吃3包，吃了，现在一根也不吃了，不吃了。从前吃过鸦片的，现在不吃了，现在吃白粉了，不吃了，吃啥物事？哎，这个吃子马上打进去了。跟我这个不好，刚刚侬不是里向吃白粉吗？这个白粉啊。哎呀，这个白个桑树粉呀。哎，白个桑树是磨粉白粉，我没讲吃毒品的白粉，侬吃点啥了？所以老李侬是适当注意营养，保养得好，67岁一眼不见老，祝侬健康长寿，把观众朋友带来更多的笑声了。确实吃得好的，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大家在讲究吃了呀，讲究营养了，哎，所以吃的。物事啊，现在越来越多了。那么有种人讲呢，现在吃的物事越来越少，那我也录不多啊。有种人不讲多，有种人不讲少，多的么讲多了多了多了，少么讲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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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了多了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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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多了多少多了少米呢米，到底多了少？侬个人是有毛病的。咋的啦？侬讲闲话了，思想矛盾，你晓得吗？哪能思想矛盾？到底是多还是少？总归有个标准呀。那观众朋友，这个问题倒蛮难回答的。假使我问侬老李，侬倒一时让他讲不大清爽。眼胡子看得出来了，真的，干嘛来搞个游戏好不好？侬讲，老李，我问侬了，哎，假使这个问题侬回答了正确的，哎，搿样子，侬自家头浪向砰砰砰敲三记，一句闲话，哎，三句，好的，屁是放炮仗，哎，假使我回答了不错的，假使侬回答了错脱了，哎，搿么搿样子，我帮侬辣头浪敲三记，搿个也对的。侬哪能自家一眼不跑啊？那才跑了我头上啊！开开玩笑的啊！假使侬讲了对呢，譬如放炮仗；讲了错呢，我敲侬三记表示惩罚。侬讲出来。好的、啊，老李，我问侬，现在吃的么子多了还是少了？来，我告诉侬啊，我有决定性的，哎，是多敲三记。你做多少天敲三记啊？是的。3年都考了，侬喊我考三级，我喊侬考，侬动过脑筋的啦？哪能？侬不动脑筋，搿白搭白了，自家来考嘛？我又没喊侬考，侬自家也考嘛？这个属于老了骨头轻，晓得伐？总归搞不过伊个。啥搞不过？我问侬到底多了还少？肯定是多的。多啊！好的，侬讲多啊？哎，我讲多啊！这个现在把眼睛看的，侬跑到马路上，要啥有啥，侪多的；跑到小菜场里向，样样买得着；跑到食品店里向，侬。啥嘞？做啥呀？啥嘞侬？我啥娘不晓得啦？啥娘？哦哟，你这老头子啊，真是的，我不是侬老婆呀，老舅妈呀，怪不得人家来了讲李九松外头花叉叉，老婆也给两个啦，一眼不错的。白羊不是好打吗？搿老猪好打吗？这个我也没瞎讲，侬勿是两个老婆啊？啥地方来两个老婆？我是侬老婆啊！这个是我派出所里向户口簿浪向侪有的。葛末电视台里个老舅妈是侬老婆伐？没闲话的呢。啥不能啊？电视台里向个老舅妈，伊是我老师。是侬啥？是我老师。哎呦，这老头子时髦嘞，还要师生恋嘞。啥师生恋啊？侬大概日本电视剧看了太多了是吧？找不着啊！哦，那两家头要好是要好嘞，吃饭嘛同桌，走路嘛同人，困觉嘛同床，要好嘛要好呀！对面为了电视台拍出来给大家看了呀，那五张面孔摆了啥地方去呀？啊，侬倒想想看，上个礼拜六，我同侬两家头到城隍庙去白相呢，你两家头走了后头人家侪议论纷纷呀，我都听了蛮清爽啊。首先一个男的发觉了呢，哎，你们看我老娘舅，老娘舅，老娘舅。旁边个女的讲了，哎，旁边个女啥人家？搿个女人啥人啊？啥人啊？两天个衣裳，不是电视台老舅嘛？好，老娘就花叉叉外头搞第三者，搞第三者，要4块的，我倒比第三者大，伊倒名正言顺啊，我倒抬举两席的啊。这个装不着呀？啥个装不着？人家怪人家讲，不见得我两只户口簿一个一个去解释了是吗？这老头子赌气大嘞。他搞啥么子啊？
你们老夫老妻当当爸不想想啊，我妈心里开通了不得了，那这个嘛是工作自个儿女的那嘛是部分装不上啥啥我讲老实话呀，老子只能放心好了，我会吃醋我不吃醋呀，他吃醋了那样子，我妈到小巷去买小菜的，我吃你上那块不听听，我来想我去买个小菜，老太不是更要哪能啦，样样么子，侪要问过我。搿么我当初心中弄我了，不是想弄了，一眼不眯，把那眼睛里向个，上个礼拜喏，带着一个女的到饭店去吃饭喏，早发不动我打一声了。礼拜六这个女的去世嘛，后来两个人到饭店。光光光清爽。侬礼拜六不是哪个女的到饭店吃饭个？礼拜六夜里向是勿啦？哎，是我下午头出来个妈，我勿要带伊吃饭去啊。搿么他妈是女的勿啦？是女的呀。侬带伊吃饭有勿啦？有个呀。搿么做啥做到心虚啦？我没得我当个招呼呀，我没讲错的，啥个招不到了。老子是晓得个，同我当当吧个，老夫老妻们就是要开心的呀，开心开心不是要面上的呀？那我去买些菜，侬去吃点啥？随便买点啥，随便买点啥。老子出客了，随便买点难过啦。要我动脑筋的，随便随便。现在吃个么子真多出来，小菜上琳琅满目，改得来五花六花。要么这趟子，要么买两只姜啊，买只姜等我吃吃。姜礼拜一吃过来，姜吃了五个呀。上个礼拜一吃过来，多轻松吃对了。哎呦，这个大补气血的呀，多吃好啊。不好的。啥个不好啊？我一个礼拜姜吃过来，自个出去营养要变得个了，对吧？哎，搿倒是，走路慢了，比老早是慢子交关了。搿么的样子啊？买只冬至鸡啊？礼拜你不是吃过啊？脑子没个弄啊？冬至鸡好呀，吃芝麻后生呀。我真正后生了，侬也不放心了。哎，这个倒对。那么第二次买来的五斤串串汤啊，礼拜三吃过来。哎呦，五斤串汤好嘞，不得了呀！两个菜母娘子比不上吃了呀，这个吃嘞零是零嘞，不得了的呀。那么这个侬眼睛看看，我女的嘞女的，侬看看清爽。哎呦，到出客嘞，恁买点啥呀？侬到菜票吃个，那么侬讲要买点啥呀？随便买点啥吃吃。哎呦，你个老头子疙瘩子疙瘩嘞不得了，难服侍嘞不得了，不像从前，从前你个老娘就真好服侍嘞。讲点给大家听听咯，从前是真简单呀，只要夜饭得弄好吃，开心嘞不得了，每天赚了么二两高粱，四只么鸡脚粥，六只么鸭屁股，吃来眯花眼笑，开心嘞不得了。老酒吃好嘛，吃饭的，吃饭是要在便当里洗的，只要一顿碗大鸡汤。那么大鸡汤，刚刚清爽，刚刚清爽啊！这个汤有啥意思嘛？不那个，伊侬不是吃个，伊大肠加川汤，我顶会吃了大鸡汤呀。哎，侬有个两只计划啊？伊大鸡汤侬欢喜吃个呀？我叫侬不要吃，不要吃，硬就要吃。那么吃到了后头毛病嘛多嘞不得了呀！哎呦，那么医生查出毛病多嘞，啥个胆固醇咯，地痢体咯，啥个？地痢体侬帮我抽中啊？地痢体哎，搞了吃来一身个毛病呀！你说么子不要去吃伊呀？顶上看看蛮像呀，毛病一身个，地怎么清光哎？你怎么把内脏生了么红白狼疮，那个为黄带骨衣毛病生得精精眼六十才有呢。侬讲到我三姑要太进奇怪了。那么现在医药发达呀，毛病看好了的，那现在吃起来注意嘞，对羊不吃，羊不吃，疙瘩嘞不得了。那么侬一生随便啊，不要动脑筋啊，这老头子不是一真难不是嘞不得了呀？你说老头子嘛，谁的难不成？老头讲一声嘛，我男人嘛不是不是一个两个了对吧？我老头子嘛，总归四个到五个不是够哎，从来没讲。啥？有老年痴呆症。做啥啦？侬不是过男人有四个到五个，侬结婚辰光哪能没跟我讲清爽？哎，我是是不是四个了？我有呀。怎么哪能没搞清楚？哎，我啥地方做不啦？侬自家讲的呀。哎，我医院里向是护工的呀，我照顾老年人，照顾老头子，四个都哪没呢？侬讲闲话不好理多快。吃啥个醋了？搿老头子，一个木头问问那个，侬到底吃些啥？是随便侬嘛，随便侬。也是两句随便。搿么老头子啊，搿么侬意识当中，现在个小菜都还是少啊？实在翻不出花头了，是少。侬讲啥？是少了，对吧？靠三斤，靠三斤，靠三斤。哎呀！有靠有两个呢，搿自家忘记脱了，哎，阿拉少了是伐？前后矛盾，前头讲多，后头讲少，三句不要靠个。其实老一代现在个小菜真的是老多个，为啥现在少呢？因为是生活水平提高了，生活质量提高了，所以呢，吃个嘴巴刁了，哎呀，这样勿吃，一样勿吃，要讲究营养，要讲究口味了。倒是的。不过现在我服帖，阿拉上海好地方，国际城市啊。两个厨师有本事啊，一定到了翻花头。两个饭店越办越特色，所以菜还是越来越多。没，讲是我老子客吃起来还是越来越少。侬还是讲少少，我讲是多少。搿么好了，侬到饭店吃饭呢？侬去吃，谁有特色个？侬去吃，都
么头都少么头少，花头翻来翻去，搿眼老花头，明白不啦？先生侬好，啥地方？饭店，本人是大堂经理。真快了，请请请请。啊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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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位，没十个，十个弄只小包厢，一桌。用不着，用不着，用不着。还有酒，我请伊拉，侪讲没空。哦，只有一家头，九个没空，只有一家头。都放心，阿拉一个呢，也是热情招待。好，请请请，请坐。哎，那有毛巾。谢谢谢谢。首先首先，侬要吃点啥？侬讲了，阿拉吃点小菜，特别特别的多。哎，给那本地的特色菜来来做出来。阿拉菜特色有特色。给那有名气的菜奶奶做出来去。阿拉个菜扎实有名气。给那有拿手的菜奶奶做出来。阿拉个菜扎实拿手的。介绍几只好吃的菜来。阿拉个菜扎实好吃。好了，去调一个，调一个来，调一个。调一个还是个能介绍的。哪里有个这么介绍的了？哎呀，老先生，那火气不要大，现在竞争呀，现在是竞争呀，阿拉质量要取胜的。假使特别饭店烧出小菜不好吃，没特色，伊等于了自家扎自家牌子。所以我就说，才结果有特色。哎，侬介绍介绍。听听看。搿来，侬回去吃口味，等我讲。好吧。第一个，啊不吃个，本人糖尿病，上至三年了。下个，不吃个，腰椎病两年了，已经上不吃个。三个，一只胃不来了。六个，侬们人蛮粗客的哦，是吧？啥的啥的，该吃五脏补石头是吧？侬这个用不着多心的，侬就是六个不吃，那么搿搭，阿拉具体等推荐两只小菜。六个我血压高，勿吃个了。好吧，搿么具体推荐小菜。听懂，听懂。第一只，油炸滑鸡九头鸟，老君没听见过啊！油炸滑鸡九头鸟，啥地家饭店里出来个装么子？是搿样子个，原来啥么呢？是只滑个鸡，滑色个鸡，鸡个肚皮呢摆一只鸽子，鸽子个肚皮呢摆七只麻雀，有几只头啊？九只头，九只头，摆了油里向去炖个，佐料拌了里向头个，叠上去呀，外头脆，里向酥，骨头也好吃个。里向呢，地中大海，海中大水，所以这只叫油鸡、滑鸡、九头鸟。没听见过，这个这个来来来，那我们来一只。好，油炸滑鸡、九头鸟一只。第二只讲到，八毒九送清骨头。八毒九送清骨头。我啥骨头难过啊？我没难过呀。侬骂啥人呢？有啥骂头了？哎呀，我哪能会得骂侬呢？顾客是上帝，哪能会得骂侬呢？我的搿只菜是等那个，实际上是啥物事呢？是只八毒的骨头汤。骨头汤嘛，骨头汤。骨头汤比较油腻啊，阿拉摆个青菜下去叫清骨头。那么为了增加香味呢，摆两根韭菜，最后呢再摆个松花蛋，所以八毒韭松清骨头。好吧，没听见。啊，三个要吧？来来来来来来，好，给来一只。今朝王师王了，对不啦？第三只有特色的。我讲，红烧狗肉老娘舅。侬晓得我说狗的，侬搿只物事过去？哎呀，这个侬我哪会晓得？我这个才是有特色，红烧狗肉老娘舅。你讲不听哪说法好不啦？侬讲侬讲。实际上是只红烧狗肉。啊。阿拉迭狗肉烧得特别好，外加烧好之后呢，上头喷机油的，现在新出来只酒叫老娘舅。一只老娘舅喷上去的，喷香扑鼻，这个菜当中带有酒的香味道，所以搿只菜叫呢红烧狗肉老娘舅。啊，来来来，好，好吧，啊，这个没办法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再来，一家头的三只菜够了，再弄只汤好吧？十块钿，哎，来只啥汤？清爽点，好，青龙过海，吃不起。伊便当一些个，青龙过海搿哪吃得起那个汤？啥叫青龙过海？青龙过海就是炒个母鸡剁出来个汤，就是清汤，上头摆一根青个葱，迭根青个葱呢，不是青龙，还会有清汤。这个老多了拍马屁吧？哪能拍马？有个中央名称啊！侬吃了复杂点呢，你像加两样物事，摆两只鹌鹑蛋，摆几片冬瓜，迭个名称好点了，叫青龙戏子过东海。你光吧，好，来个来，给我来一只，来来来来。那么冷菜要不？冷菜要不？冷菜要。三只热菜，一只汤，还一只冷饭。对对对，一只冷饭是小青青白娘娘。哪能有小青青都白娘娘出来啊？香无神，鬼作神。一个青，一个白，好吧？好。再来一只比较有风味的小菜，叫平地一声雷。我不要喝个。平地一声雷，好吧？啥菜啊？走虎人锅巴。叫我去擦平地生来，要吧要吧，太多了，要吧要吧还要吧，不，吃吃吃，吃得了太多了，走路也走不动了。你侬是讲少吗？不嘻嘻讲多了，吃了太多。侬到底好吃好了？吃了没往走回去啊？不，走不动啊？走不动，搿侬放心好了。阿拉店里交关有特色，阿拉店里最大的特色就是每年的服务有的啥物事？三杯。
侬不要吓我哦。我没吓侬啊。我加个加侬年纪还三倍啊。阿拉特许的三倍。屁不正啊！哎，侬哪能三倍晓得不啦？哪能三倍？比方讲，侬吃了小菜多，钞票不够，阿拉可以陪侬回去拿钞票。一倍对两倍，侬年纪大了吃么子不大方便，阿拉可以摆了旁边，一条街一条街预拨侬吃。两倍，三倍，侬吃住下来回转去，路不认得了，门牌都不晓得了，阿拉可以陪侬回去，一家一家寻转来，哪怕这个辰光侬财主是搭搭地主员，照样送到侬屋里向。沙姐，侬当我老年痴呆症了啦！谢谢。